6月21日，董宇辉完整直播回放。鸡蛋，哎呀，这个老受欢迎。你知道以前我们上学那会儿，就昨晚不是讲强买强卖酸奶，大家笑。我们后来还发生过次强喝别人方便面汤啊，还被同胞批评过一次。那会儿谁能吃那种桶装的方便面？那真的都是富人，是吧？啥家庭啊？都是一人拿一个那种不锈钢的饭缸，然后里头泡方便面，用那个我们把那个叫暖壶，其实就是暖水瓶儿，电壶，我们叫电壶，就暖水瓶儿，去学校热水房打一壶水，然后晚上饿了就泡方便面。吃面呢，大家有时候还能忍住，不好意思啊，别人的那别人吃吧。最后到了汤了，反正大家觉得就是这个水嘛，对吧？你让我喝两口汤，越喝越发现汤比面要香。所以到最后呢，方便面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你能不能让我喝一口汤啊？时常一群年轻小孩为了汤能够争辩起来，最后被老师发现，一起滴溜出去，站在外面罚站。啊，某某宿舍强喝他人方便面汤，争着吃才香呢，对吧？你要特别大一堆放那儿，反而不好吃了呢。没事，先放这儿吧，因为今天既然是官宣，你就放这儿。哎，我可以把它放在画面的边上。咱的手艺怎么样？太棒了！其实主要是因为面和的好，只要面和的好，这个就很容易弄。有人 说这是东海明珠，开玩笑呢。好薄啊！是吧？必须的，你看，里头有震动感的。哎，我牙套，你给我把牙套扔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我评论，得亏评论区刚说宇辉你牙套被拿走了，我刚这儿放那个纸呢，卫生纸，我里头包的牙套。啊，行行行，别给我扔了啊，谢谢啊。你要连夜赶回山西吗？啊，明天走。好，明天早上坐站票走，只坐站票，只买站票。免有座不行，不行，不要。我们以后在外场的话，有机会给大家多请一些非遗的师傅啊，还是非常的有趣的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鄱阳湖的龙虾尾啊。有蒜蓉的，如果麻辣你觉得接受不了的话，你可以用蒜蓉的哈。刚才他们做那个小龙虾尾面，实事求是，我吃完了，怎么样？行。搭配在一块儿也是非常棒的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我这个面扯得好，扯得确实好喝，我一吃就能吃出来奶是你扯的，是吧？哪根儿啊？加厚加粗的，加厚加粗的那个，但是那样是不是就筋道？筋道。我跟你说，小时候就是，就喜欢吃那种硬一点的面，因为那样的面确实更筋道，吃着有嚼头，很口感上很 Q 弹，所以。就是喜欢吃硬面，但是喜欢吃硬面，总以为煮出来那个硬筋道，总以为面就要和的硬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你要面和的硬，你就不容易扯了，不一样，那两个不一样。今天那个面你真的可以试试，我觉得你能学会的，等你学会了，就爱上它了。一大碗，各种油泼完之后，酸辣。鲜爽，大快朵颐，狼吞虎咽。吃完之后啊，碳水给人带来的快乐，由内而外的释放。小鹏自己拍啊，人说把文竹拿回去。行行行行行，行，那你把文竹拿回来吧。他让把文竹拿回来。有人说要香菜味的面，有香，咱现在有卖那个香菜味的面吗？有。有，我们家的新品，给大家发到228链接啊。对，有人说胳膊上面没事，这是面粉，怕啥？晚上会洗澡呢。有人说合作，这合作就是我们跟白象的，合作啊，就是以后与非同行，越山河呢，合作商又多了一个白象方便面。小龙虾很受欢迎啊。小龙虾很受欢迎。看啥？啥啥杯？
欧洲杯。欧洲杯。你看你这你看你不专业是吧？伪球迷。其实我也不懂，但是以前我身边是有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可喜欢看了。所以那个会儿夜市摊上就很热闹。但现在你可以在家里跟你家人一块儿看。哎，给大家上一个青岛啤酒，白啤。青岛啤酒。哈啤酒。是小龙虾。就是这个效果，是吧？你沿着杯子旁边倒就行了，沿着杯壁让它下流，简称杯壁下流。青岛啤酒啊，对，白啤。说到了24瓶，说到了喝酒呢，其实自古以来酒都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当然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种类有很多，比如有啤酒，有红酒，有各种果味酒啊、有啤酒里头包括还有精酿啊、原浆，然后呢可能还有 whisky， 还有 tequila， 还有等的 ginger 等等各种各样的 gin， OK， 有可能你现在能喝到各种各样的酒，但是在古代我们其实当时那些人喝的主要是黄酒吧，类似于，它的度数其实比较低，然后因为古代它没有那么密封精密的那种密封性强的发酵的仪器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所喝的高度数白酒，在古代是不太可能。你说古代说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一斗，你按照现在算下来得几升了吧，几斤了都得。你让李白喝上几斤白酒？那人都没了，那常年那样喝，那真的人都没了，所以它不可能。所以古代是那种黄酒或者米酒，它度数其实是偏低的。这是白啤，还李煜这么多。李煜酒瓶，我懂啊。还李煜酒瓶啊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拿走了。李煜酒瓶。一共到手33瓶。所以呢，酒就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他精神世界里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。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当然人都想要从现实的痛苦中偶尔抽离一些，给自己一个能够感觉自己放松、自己无所不能的一个精神世界。酒可能给人这样的机会，或者说在你喜悦的，比如你洞房花烛呀，或者说高中进士的时候，它能让你喜悦更增加的。或者是你啊，远离故乡，一个人，愁眉苦脸，然后郁郁不得志的时候，你需要来浇灭内心愁绪的一个东西，啊，又拿回来了，行，拿回来放这儿。总之你是需要酒的，茶和酒，在唐代那自然都是唐诗中非常重要的吟诵对象。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大家给大家提过一个。就是杜甫所写叫《饮中八仙歌》，刚才所说的那句叫“李白斗酒诗百篇啊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这一句诗就是来自于杜甫所写的《饮中八仙歌》。导演给我一个小黑板哈。好的。当然提醒啊，过量饮酒有害身体啊，少喝点啊。是的。我们聊文化是聊文化，但不是鼓励你多喝酒，不是鼓励你非要去买啊。买不买无所谓，不需要不买，不喜欢喝别买，甚至酒少买 ，OK， 不买才好。喝牛奶，喝水，对吧？水也有，你也不一定非要从我们这儿买，自己家里没有水吗？买那么多东西，只是想跟大家聊一点东西而已，跟买不买这个完全没有相关性啊。我说这个夜明珠能不能提字？这个夜明珠我要进献个花儿，这个不能提字。二号链接的百威到手是24罐啊，还有百威呢，69块钱，64罐，非常划算。69块，24罐，对，算一下一罐多少钱？2块，算一下吧。69块，24罐，2.8块，很好，连翘第一个算出来，牛。
这首诗好像我们上学时候是没学过的，是吧？课本都没有，对吧？饮中八仙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八个人爱喝酒，喝出名了。所以你看社会环境那时候真的很包容啊。你说现在我家里那口子爱喝酒，你下句话什么？别无脸，整天喝酒。你都不看你身体喝成什么了，整天喝酒，家里事一点也不管，就是人家喝酒吧，正在喝烂醉。家里大小事都是我来操心，你就知道每天跟人家朋友喝酒，你看。包容度舆论环境是有变化的哈，你喝酒你得过照顾你的家庭，毕竟时代不一样。饮中八仙歌讲了八个人啊，在长安呢爱喝酒，而且酒量大，不一定酒量大，但是就叫名气大啊，因为爱喝酒所以出名，但他迎来的不是臭名，不是骂名啊，而是美名，而是赞誉。先写的第一个就是贺知章啊，四名狂客。贺知章是哪人呢？就是现在、杭州萧山区人，机场附近。贺知章，他其实是整个完整经历了大唐盛世的一段人，而且他应该是在没受过，就是很少的唐朝仅有的几个没受过太多罪的这种文人，官职也高，日子也舒服，也没遭过罪，对吧？贺知章爱喝酒，爱喝酒的什么程度呢？说知章骑马似乘船。知章骑马似乘船，因为像小黄车里你自己可以翻，跟这个没啥关系，你需要你就买，不需要你不买也行。说贺知章呢骑马像坐了船一样，为什么骑马像坐船？但是你骑马本身也有晃动啊，但是他的骑马这个动作幅度更大，整个人在上面左摇右摆的，主要是为啥呢？喝醉了，酒后驾马呀，这属于，对吧？这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，那种感觉啊，这是贺知章同志。所以说明当时对交通管理可能没有这样具体要求啊，人醉了但是马没醉。说知章骑马似乘船，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左摇右摆，然后呢一不小心眼花了，怎么样？掉到井里去了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那得亏是在长安啊，他又在东北，喝醉了掉井里那人就没了，都冬天是吧，温度太低了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所以说明贺知章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往往把自己喝得特别的醉，对吧？很多人是喝到点到为止，差不多行了。不，这兄弟可能就是工作也真的太清闲了啊，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成这个状态，掉井里啊，水底眠。贺知章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以前其实听过贺知章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李白初到长安的时候，贺知章非常赏识李白。啊，跟李白聊天，两个人聊到半夜，你想晚上八点两个人约着吃饭啊，一直聊到十二点，说哥你没上班不？哎呀哥，这班能不能上这你还不知道，你放心，咱俩继续聊。李白就跟贺知章继续聊，可能聊了，对吧，都不知道聊到几点，喝到最后身上钱都喝完了啊，就身上钱扫完了之后都没办法，然后发现身上带了一个金龟呀、金龟呀，多么贵重的，摘下来，老板给我再来两几杯酒，我把这个当出去。所以就是金龟换酒啊，后来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就是这样，一时传为佳话，就是说他非常喜欢李白，喝到最后呢，你想就是尽兴，就是大方，就是畅快，对吧？所以这体现这种豪迈之气。但是你换个角度，你就不会过日子，就看你怎么理解他了，怎么样的舆论导向了哈。金龟换酒，而且从那之后呢，他说李白，你这不像普通人啊，我看兄弟，我看你这不像人，你这像天上掉下来的仙人啊，所以叫谪仙人，所以后来人称李白叫谪仙人，就是从贺知章这儿开始的。他说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然后眼花落井水底眠啊，直接就喝醉了就睡到水底去。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叫汝阳王李进啊，是当时的玄宗的一个侄子。他汝阳怎么呢？汝阳三斗，就喝三斗，你李白斗酒诗百篇，这哥们人是直接喝三斗。所以从酒量上来说，谁酒量好呢？肯定是李进的酒量要大于李白的吧，对吧？人喝三斗，你才一斗，你不行啊。但是贺知章到底喝多少没说清楚，对吧？只能说明这兄弟每次都喝醉了还要往外跑，多让家人操心呢啊！得亏是长安盛世啊，当时没事儿。汝阳斗酒，然后呢使朝天。这个朝天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说面朝着天啊，是去面见天子，朝觐天子的意思。所以
你看这要么是皇亲国戚呢，胆大啊，喝了三斗酒了。李白喝三斗酒就开始胡说话了，开始给你作诗了，唱歌对吧，抱着门说话了。他喝了三斗酒然后去见皇上。那你想你见领导的时候你不能喝得醉醺醺烂醉如泥吧，对吧，你至少应该可能还能商量事情，说明你的精神状态还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据说谁的酒量好，李靖的酒量应该是非常好的。喝了三斗去见皇上啊，至少从杜甫的这个诗句里来是这样说的，都喝了三斗的应该够了吧，你且不说你醉不醉，你至少你肚子喝不下去了吧，嗯，喝了醉，有的人说啤酒喝不醉，把自己喝撑了。然后接下来他还不停，他还叫做道逢曲车口流涎。曲车什么意思？酒曲就是说明拉酒的车，对吧，曲车就是酒车的意思，就是车上拉的酒。然后呢口流涎，流口水，就是走到路上然后突然闻到这个车上有酒味，哎呀忍不住停车，然后到里头拿出来青岛白啤，咣咣咣咣咣，再来一阵啊。这是他说的前两个人，第一是贺知章，第二是汝阳王李靖。上个牛腩，别只喝，先吃点，趁他们没来先吃点，啊，酒可以放点是吧？好，哇，很香啊。你要说八斤九十九，我就买100单。我跟你说，4斤99也很便宜啊。这个只有1000单。哎，我电话呢？怎么了？买点，买点。你别管，咱这不耽误事儿。你确定这个就是那个牛腩炖的吗？啊，就是。咱这有1000单啊。99到4斤。好，我买了3单，你回家的时候给老家带着啊，因为这个冷冻的我害怕送老家的时候化了。没有了。这个确实加不上。还好我下手速度快。没了。你说哪产的？这说的是原切国产安格斯牛腩。有人说羽毛球拍能上点品牌的吗？导演记一下，记一下。他说要品牌的那个羽毛球拍。好的。可能他现在觉得我们这个太便宜了。嗯，没什么牌子。觉得我们这个品牌，这个品质不够好。和谁说？和弟弟说。你说这个曲车，对，他有这种写法，也有其他的，好几种写法的哈，都可以。牛肉没了，没了。他要尤尼克斯的羽毛球拍，是吧？哦，我们再找一下。嗯，导演，你给牛肉一个特写，特别特的牛肉上哈，别动啊。哎，你看这肉，哎，这肉是真香啊。饭也没了啊，没了是吧？没有。好哈，哎，谢谢。改天再给大家上啊。嗯。没了，改天吧。李靖的酒量好到什么程度？喝了三斗就见领导，还能汇报工作，还能说事儿，而且一路上看到别人拉酒，还你停下，还要喝酒。酒爱到什么程度？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啊，所以他肯定是有封地的，对吧？所以下一句话叫做“恨不移封”，你能不能把我的封地移到哪儿去呢？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哎，酒泉我们可是去过的呀，在哪儿啊？在甘肃。据说是当年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后，然后呢汉武帝赏他的这个酒，我一个人喝算什么回事，兄弟们一起饮酒，一看外面这么多兄弟在，一看不够，酒封揭开直接倒到那个泉水之中，一起喝泉水，这样泉水中有了酒味了，皇上的恩赐与尔等共享。恨不移封向酒泉，啊，据说城下那个泉水直接就是酒味儿的，不用买酒的，整天坐在泉水边低头就喝，
想到一个词儿啊，虽然不是特别的情感色彩不太一样，但是很像，就是大家听过那个叫酒池肉林，就是这酒直接倒池子里那种感觉，这是一个泉眼冒酒，你想什么感觉？那你们家附近一个泉眼直接往外冒酒，装在罐子里就能卖钱。这是儒阳王李靖，然后下一个是左相，左相喝酒也喝得猛，这个人喝酒能花多钱呢？叫左相日兴费万钱，一天刚喝酒就能花万钱。左相谁啊？叫李世之啊，他呢后来呢是被其他的幕僚所排斥，所以他就被罢相了，就是给大家所说的李林甫啊，然后被李林甫所害，所以就罢相了。所以他最后就说，那反正这官也当不成了，对吧？工作不给你机会啊，能读书的时候，能办事的时候，能干事的时候干事，不让干事的时候就读书呗，那边读书边喝酒呗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一天能喝万钱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，家里有钱，所以他经济条件允许他。左相日兴费万钱，李世之。然后再接下来一个，你想他一天喝万钱啊，而且呢他喝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政治上不能再施展自己的抱负，所以这个人呢喝酒我觉得他可能是会醉，容易醉的。为啥呢？因为他是借杯浇愁啊。但是具体醉了没醉呢，我们且听他下一句话。那下一句话这样说的，这人说他的喝酒叫做饮如长鲸，就是这个人喝酒像鲸一样，鲸鱼呢我们知道那大口的饮水，对吧？他的这个吞吐量是非常大，叫做饮如长鲸吸百川，就像鲸一口气能够把一百条河流喝干一样。这个左相啊大概有同样的酒量，所以那你想一想，这是吓人的呀，就是超自然现象啊，具有某种神力。上面最多是拿三斗，这个是拿直接，这个是直接趴在泉旁边喝，这个是直接把河流喝干了啊！这种可能是有特异功能，这种应该是葫芦娃里头那几娃，吐水那个是几娃？水娃。水娃。这是葫芦娃水娃，水娃是老几？火娃水娃，这属于葫芦娃的水娃，叫饮如长鲸吸百川，就是酒量就是这么猛，几娃？五娃，这属于五娃。五娃，左相属于五娃，李世之啊。然后叫贤杯乐胜称必贤，就是为啥喝酒呢？主要是因为工作干不成了，所以只能喝酒的，摆脱正事，一边让贤给他人啊，不干了，我让给他了啊，机会得给年轻人，我不退休，我不退休他们哪来机会？一般这样说的心里都不舒服，对吧？真正舒服的根本不提。咋为啥现在还卖龙虾呢？有朋友要吗？有朋友要吗？咱得安排。这啥家庭啊？你现在吃龙虾，日子不过了。我先替你尝一下。我先替你尝有没有毒。今天到两只啊，到手218。218两只，这保活吗？对，鲜活大龙虾保活。发活的，不是冻的。不是冻的。好的。如果你这个有死的，及时联系商家客服。6小时内开箱验货，发现死亡联系客服进行理赔。几小时内开箱验货？6小时内。就到家就验货。到家就验货。死了联系客服。两只总重量不低于1.8的话，就按照实际赔偿；不低于1.8就。就如果低于1.8就赔钱，这个意思。克重不够也赔。克重不够也赔。死了也赔。啊。哎呀，你说要给他来个这下酒菜，这个谁？这左相，那就不如喝干几条河流了，喝干四大洋，我跟你说。不好吃，别买。不好吃，一点不好吃。
没事，我还有一根呢。咱那个大虾没事儿。啥？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就是对河虾、河蟹和那种小虾，我对这种好像不是特别过敏。我试过，真的。可能是过敏源不一样，我吃那种会痒，吃这个不痒。真的，真的。百味给大家找来了。百味找来了哈。导演给百味一个特写啊，很特的那种。嗯。哎呀哎呀哎呀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给百味一个特写，对对对，谢谢。特写啊特写。好，谢谢。有人再来点牛腩。牛腩没有了，加不上了。没了。七天预售四千单，你们接受吗？接受了我给你上。接受的话，上。现货没了是吧？对，现货都没了。哎。现货就一千多单，七天预售。哎，导演，你看这个啥？那我们给他弄一下。那我们操作一下链接啊。好。大家加一下库存，牛腩大家准备啊。牛腩，牛腩，你这啥镜头？你镜头不行，差点给我露馅了。没，我就刚看那上面有个虫子，我让拍一下。嗯。七天预售哈。对。能接受预售你再拍啊。一号是百威，两块八一罐。所以说他们当时没有好下酒菜，有好下酒菜能喝那点吗？一直喝。这虾肉不多呀，没吃你就完了。钳子应该是有肉的。嗯。哎呀哎呀，挺好挺好，你一直拍着虾，拍虾拍虾。哎呀，好好，谢谢谢谢，你看这个钳子多大。有肉吧？哦，咱一点都不糟蹋。有人声调听到啥声音，就是这个龙虾壳刚被咬碎的声音啊。评论区朋友你别捣乱啊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别能害我。评论区你在说啥呢？你看，我在讲的是李白杜甫喝酒呢，我没喝，我吃肉呢，吃龙虾呢。你别害我，我是给你吹了个寿桃。咱四号链接还有小龙虾，你喜欢吗？四号链接还有小龙虾。大的还有小的。嗯。大的不好吃，买小的。不好吃，让我自己吃。嗯，这个大龙虾保活呢啊，然后死了赔，然后重量不够也赔。啊，牛腩，大家稍等啊，正在给大家做链接，加牛腩正在给大家做库存的链接啊。
这儿小龙虾有小龙虾呀，有小龙虾的，小龙虾在，就是这卖龙虾的龙虾，这小龙虾在小黄车里呢。哎呀，烤羊肉串啊！哎，对不起，我刚那个虾忘了给你们分了，啥？好了。趁热吃啊！等会儿行，让我吃点。照这好吃啊！这是科尔沁的，240克，250克4袋。味道腌的很是入味儿啊。那那那，香啊！他们买到就是肉串是吧？对，买到肉串，而且它是预先腌制过的，腌的好，腌的好。给大家准备了两片呢。哎，咱那天晚上不是还测苹果那个串吗？啊，那天谁赢了？领头羊吧。那个串还卖着没？今天还没。咱测评了一阵，你得坚持，相信你自己的判断，是吧？这个挺好吃的。这个哈，我感觉他要是加入测评的话，这个应该是赢了。是不是？对，上次没有这块。对。切个镜头啊，导演，谢谢。评论区说：“赶快切镜头。”评论区是懂我的。好，谢谢。没，我在吃生菜呢。生菜，生菜，别捣乱。可口生菜，可口。生菜，生菜。好，继续上课，继续上课。我就吃。啊？正在考吗？考啥？羊肉，我就吃两口这，他们一评论一直说我，赶快讲课。你是真来是听课的呀？你一点都不给我留吃的时间呀、啊？生产队的驴都不这么用啊？别人找外语系的男生可能是一半学习一半谈恋爱，你是纯让他给你教英语啊？从来不给他关于未来的任何承诺，骗都不骗呢、啊。你放心，咱都是实诚人，咱当年的有经验，我懂，我懂。董宇辉，请你不要破坏咱俩之间纯洁的兄妹友谊，好吗？兄妹之情，好吗？董宇辉，你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懂，我懂，继续给你讲课。我好好准备给你讲课。你在录视频会给你男朋友看，好吧？我不多想，你放心。我们讲到了左相李世之，一天费万钱喝酒。第一个这是，先让我先吃串，我也吃会儿，好吧？左相等会儿吧。你跟你男朋友，你们俩也等会儿，你让我吃会儿，要不然我没法讲。哎呀，这个更香。这更香，就为什么？这个是东方玉米羊肉串。给，直接给你们，这留一个钱。算了，捡不起来了，碎了。这个留给你了，你放心，绝对不抢你的。这个200克4袋，69.9。200克4袋，
69.9是吧？嗯，对。这两百克是算成签子的重量的，是吧？应该是吧。应该不可能是纯肉的。对，是签子重量。明白，纯肉不可能这么便宜的。不是，评论区宇辉，你快讲。他找我是真的学习呀、啊，他连骗我都不骗。我这个好吃，我都懂，别急，我会努力的，这样你跟你男朋友的司机就都能考过了，好吗？你放心啊，不会辜负你男朋友。咱刚说到左相，隐如长鲸西百川，衔杯乐圣称必衔。我跟你说为啥我爱喝酒，我每天就是现在就是吃喝玩乐啊，不关心工作。牛腩加好了，牛腩加好了，预售啊，咱都退休了关心的干啥呀、啊、你不拿新的创意，你给年轻人留机会啊。李世之没办法，除了他有特点以外，接下来下一个，宗之，崔宗之。崔呢，在唐也是一个大姓。我们说五姓七望，排在第一的就是崔氏，所以大背过崔颢，对吧？在黄鹤楼写的诗。崔宗之，这个人呢，是当时任过这个，侍御史，在朝廷有任职，所以这些呢。前几个人都是非富即贵，你发现了没？贺知章，对吧？那级别很高。汝阳王、左相都是曾经当过宰相的人，能是普通人吗？崔宗之也不是普通人。但是崔宗之更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帅啊！他当时知名的就是玉树临风的帅。所以崔宗之喝酒呢，他的重点在哪？你听说宗之潇洒，哎，这个人的特点主要是喝酒的样子帅，美少年。你想一个美少年会怎么喝酒啊？女孩，我问一下你，你觉得那种男生喝酒的动作很帅，大概是怎么样子？我不觉得。就你想象一下，怎么样喝酒是帅的喝的样子？就是那种比较潇洒的一笑。比较潇洒的一笑，你看，通常那种一个。啊，那这种肯定不帅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一点都不帅，所以下次不要这么喝。他应该就，是这样就帅吗？就行吧，在我们看来有点脑子有点问题。竟然的女孩就是帅，我现在理解为啥不讨女孩喜欢，因为脑子没有问题。我会努力的，你放心。牛腩没有了，牛腩没了，预售的没了，拿下去吧，没了。宗之潇洒美少年。这个人特点就是帅，所以呢，喝酒就是姿势帅。他称霸酒场，不一定受男的喜欢，但肯定受女孩喜欢呀，对吧？受男的喜欢，你得酒量好；受女孩喜欢，你只要喝得帅就行，对吧？受男孩喜欢，你得会打球；受女孩喜欢，你投篮姿势帅就行。进不进其实不重要，对吧？就那头发可长，然后穿着那个很帅的鞋子，当年能买那种篮球鞋，帮可高的那种，不透气那种。啊，呱，然后头发这样一甩，见过没？见过没？进不进无所谓。当他起跳的那边，哦，他会跳哎，就那种感觉，见过没？没有，你可抬头又说见过，骗人的。宗之潇洒美少年。然后呢，这个叫举觞，觞什么意思呀？就是酒杯的意思。我们说，比如说河南啊、山西啊、陕西、啊、这些地方，可以称之是。中华文明之滥觞，你听过这个说法？听过这个词儿没？听过没？滥觞什么词？泛滥，泛就是飘起来了，滥就是飘起来，对吧？觞呢是酒杯，能飘起来酒杯，意思那个水很小，是发源水的源头的意思。所以滥觞的意思就是发源地或者源头，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摇篮的意思。所以说，像河南、山西、陕西这些地方，我们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滥觞，什么意思呀？哎，非常好啊。
这人主要是帅啊，他会很安静哎，那种感觉。举伤白眼儿，这人不是说一喝就那个啥，就翻白眼儿的，不是，他倒没有那么菜哈，他就是表示这个人一种自傲，一种清高，一种愤世嫉俗的一种表情嘛。他干嘛呢？他望青天，宗之的特点非常明显，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，宗之潇洒美少年，第一个特点是帅，喝酒的样子比较帅，想象一下怎么样？通常这是水，这我杯子里的水，通常喝水可能是，水比较烫，就比较猥琐，对吧？宗之是直接迎脸倒下去，敬生活，可能。然后就很帅，就直接走开了，对吧？就是那种感觉吧。摸索琢磨一下，怎么这个人喝酒可以喝到潇洒和帅呢？雨辉潇洒美少年，对，我先吃一个啊。牛排小串，黑椒牛排小串。这个更香啊！真的，一个比一个香。来了，像迷糊了。问家里话，我的妈！给他分吧。我这肉这么滚实呢。这个200克5袋88。两百克多少钱？5袋88。5袋88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怎么是帅的。你比如说擦嘴啊，以擦嘴举例，这种属于猥琐，然后这种呢属于过于矜持，帅我想一想，大概吧，是吧？这样帅吗？不知道哈，因为咱也没帅过，咱想象帅，我跟你说帅，坐井观天呢。夏虫不可语冰，雨辉不可言帅。没听过，没见过，谁知道呢？哇，太香了！还有分天呢？有朋友说这人像二六子啊，你们那也说二六子呢？你看你这样说我说，难道不会心痛吗？你骂我二六子，我第一反应是啊，你们那也这样说。当你用最糟糕的态度，却别人却以这世界上最大的善意回应的时候，那刻你不会心痛吗？这种卖的是最好的，肉大，味儿足，好吃。别看它块儿小，肉大呀。真的是举肉白眼望青天，我跟你说，翻白眼了，我都吃了。这人喝酒很帅，然后唰，白衣飘飘的那种，一喝就翻白眼那种，可能吧，可能是这样子的。这是宗之的特点，翻白眼的同时，叫做皎如玉树临风前。所以大家听过一个词叫玉树临风吗？听过吧？总结到现在，其实说了一句话，说了三遍。宗之喝酒就一个特点：帅、潇洒、翻白眼、望着天，45度看着天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掉下来。玉树临风，这个人就突出一个帅，酒品不得而知，但是人品不得而知，但是长相、气质加。所以说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为什么大家都关注红颜薄命？因为长得好看才关注他，对吧？才知道他薄命。你长得不好看没人关注他薄不薄命，谁知道呢？难过了。皎如玉树临风前，像我这种人生活怎么样没人知道啊，你不帅谁关心你啊，对吗？帅哥的喜怒哀乐都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呢不知道，自己克服一下吧。下一个人叫苏进。哎，菠萝皮啊，饮料。菠萝皮。
帅哥说好难过，你说嗯，他在难过哎，不能说难过，滚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人跟人是不平等。没事，那个给你喝，给他们可以分一些。好，上台领奖。这每天晚上直播，他们也频繁的多次上台领奖。而且这些孩子应该就是能省下一顿晚饭钱，是吧？一天省二十，一个月省二十乘以三十，一个月省六千，一年省六十万，对吧？工作三年省六百多万，还得好好工作，多上夜班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讲下一个人叫苏进。苏进曾经在唐朝任过中书舍人。中书舍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给皇上写谕旨的，啊，就是皇帝有约，那个圣旨，一般就是他来措辞。大家都知道，历史上有几个才华特别高的人就写过圣旨，就是当过这个岗位啊。你想，我要把领导的话讲给一线听，那我具备什么特点呢？啊，领导说的话，我要翻译，让一线能听懂，我要具备什么特点？我得能提纲挈领的总结性强，关于假期安全我只说三点，对吧？我得会总结吧，我得能拿得住关键点吧，一针见血吧。第二，我得是不是解的讲得很幽默呀，我得有那些特别明显特别突出的那些金句啊，流传度得高。第三个呢，我还不能说的太拗口太佶屈聱牙，要不然大家听不懂。所以谁干过这个活？白居易干过这个活啊，大家知道白居易的词儿呢，小孩老人都能听得懂。还有谁？韩愈。韩愈的这个文章写得好吧，韩愈干过这个活，张九龄干过这个活啊，广东韶关人。苏进就是干过这个活的，中书舍人。咱这饮料啊，饮料，这个是哪儿的饮料？哎呀，说广东广州的，不知道张九龄当年有没有喝过这呀。苏进常斋，哎呀，吃斋呢，念佛呢，所以他有怎么样？他是有信仰的啊。常斋修佛前，但他跑去喝酒了，所以真的是酒肉穿肠过呀。嗯，佛祖心中留，也有可能在当时，他可能对于这个并不是特别在意，因为众所周知啊，长安呢，是我们说八宗祖庭，长安有六宗，这六宗里头可能分别有不同的理解的。而且自唐代到现在，大城小城他们可能对其中也有一些理解差异，但是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合理，但他反正是喝酒的，肚腹都写了啊。常斋秀佛前，然后呢最终往往爱逃禅，哎，说明不能让喝，他是逃禅啊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吃斋念佛，你应该去静坐那个念禅思禅避禅啊，对吧？然后你怎么能去最终往往爱避禅，爱逃禅，说明呢不让喝酒，他是偷着喝的。一盏枯灯，但是白天一盏枯灯啊，然后白天呢自己在这里吃斋念佛，结果到了晚上，这几个给发个消息，在吗哥，在吗，就出去了。苏进常斋秀佛前，最终往往爱逃禅，喝大了，平常是如是我闻，就是我是这么听说的，就是佛经里头很多就这么说，如是我闻，就好像就是佛祖就这么说的哈，我是这么听说的。你想这种人一喝大，你听我说，平常是如是我闻，今天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，最终往往爱逃禅。然后再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喜欢的李白了。所以苏进这个人他特点什么？如果说宗之的特点就是帅的话，苏进的特点，你说这人酒量好不好呀？不知道，但是至少说明他已经都
常斋秀佛前了，他仍然忍不住，说明他确实爱酒，对吧？忍不住都逃禅了，你还想让他咋？下一个就是李白，李白一斗诗百篇，或者也有听过那个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大家听过，两种说法都有。其实李白一斗诗百篇，然后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哎，这就说明了李白的下一个特点。你看贺知章啊，这老爷子，你别管人最后喝的烂醉，至少人还知道骑马往回走，虽然人睡到了沿岸的水井里，但是人还知道往回走，对吧？人不睡你酒吧里，李白直接睡酒吧里。所以你想一想，现在北京哪片是酒吧区？酒吧区，嗯，在哪？反正肯定不在中关村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在整个那一片，所有酒吧都知道这人，一到晚上就来了，呼朋引伴，一掷千金，喝大了就在这写诗，就背小作文，然后完了直接就躺沙发上就睡了，到时候清理到大半夜，翻过来翻过去，哥你让一下，哥我先把你挪开啊，扫干净，哥我把你挪回来啊，就这种人。他去长安那句吧，居无定所的，每天就靠这些喝酒认识这些在朝为官的人了。啊啊，三里屯，李白就属于三里屯屯主，对吧？二环十三少，三里屯屯主，差不多吧。李白骑没骑马不知道，那贺知章可能是二环十三老，对吧？飙马，别人是飙车，他是飙马。真的给大家推荐的是鸡翅啊。对，鸡翅，你吃不？这是，给。这是咱卖的一直不错的啊。我不是很爱吃鸡翅。69到手3斤。鸡翅，我还是吃个牛肉吧。吃个小的。有人说1年60万，3年600万，对啊，开玩笑，你以为账咋算的？这一看就是新朋友，刚看直播，人还比较实诚，还对男人抱有信任，以至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思考。哎，1天省20，1个月省600，1年咋省60万呢？3年咋省600万？你还是年轻啊，还对男人说的话那么的在意，那么的上心。鸡翅长这样啊，鸡翅长这样，哎，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鸡翅长这样。你卖了4000单了，这么快？哎，我把这个挪走啊，挪走，这个没必要的，放这儿。你再给鸡翅一个特写，挪啥呀，孩子？真实诚。啊。好，我你要喝的就是汽水。对，咱喝的就是汽水。这真的是汽水，你来尝一口来，连泡沫都没有，都不起沫子，你说这是啥？真的是汽水，菠萝味的。对，它虽然叫啤，但是是一个果味饮料。讲了一晚上喝多少酒，给我上一碗汽水。你像李白在酒吧里，然后在这吹牛啊，什么什么，我酒量多好，我年少成名，我写的诗流遍全国，所有人都是我的粉丝。这时候一个人过来，哥，你喝奶，他多没面子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哥，你喝点奶啊，喝奶对你有好处。长安市上酒家眠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但是主要睡哪？就是现在大唐西市西边，主要是做生意的啊，胡姬酒肆呀。全是一群外国人，睡的外国人开酒吧里，这兄弟心是真大。然后接下来下一句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叫天子呼来不上船。所以说后来李白为啥被这个赐金放还了？你发现他就是不靠谱，
对吧？每次你一喝大酒了，这个领导来找你，我不走。领导，我今天跟你说，我就不去。我今天不去。你这弄几次，哪个领导还跟你共事啊？对吧？那领导脾气再好，那也不是这样子的。每次你弄，就领导一来，那哥，我今天有点事儿。哎，再拿个小白板，我这个白板写不下来。好的。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鸡翅啊。鸡翅，还有番茄蛋。这是啥？这是我今天南海进贡的300年一遇的大夜明珠儿。你看之前都已经干得跟纸一样，听这声音。听吧。是吧？供奉的巨型夜明珠，可以将整个长安酒家点亮。李白手持夜明珠，左手拿着一瓶广式汽水，走于长安街上。哎，你别拿走。对，李白一斗诗百篇，所以你发现，对于李白来说，酒是药引子，对吧？酒是诗引子，啊，李白没有灵感呢，就喝酒，所以你这就是创作者的这个殚精竭虑啊，对吧？穷尽了最后一次思考，哎呀，每天 ，I torture my poor nerves, I drink, I smoke, I sleep, I stay up late to write the finest poems。嗯，熬夜喝大酒，对吧？那是那会儿没有烟，那会儿再有烟，李白也是抽烟。我跟你说，他都为啥？他都有灵感呀！啊，好久没有特别好的小作文了啊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，好像千万小眼睛。一说酒喝的，我跟你说写出好多词儿。嗯，所以李白喝酒主要是有另外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创作量大啊，他喝酒主要是为了创作。当然我们也听过李白的另一说，叫做《将进酒》，听过吧？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我们其实还背过他的很多诗。李白的一个特点就是，他酒量不知道咋样啊，因为只喝了一斗，别人喝了三斗还去见领导呢，他这喝了一斗，领导来见他，对吧？领导天子呼来，领导来见他不去，他不去。李白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喝酒之后创作量大。那还有一个喝酒特点就是他喜欢劝酒，对吧？三个人在这吹牛呢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你这是杯里养金鱼吗？啊，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你咋把杯子放下来呢？酒杯停了，咱哥俩情感就停了呀！啊，他喜欢劝酒。嗯，4号链接那个就是饮料啊，喝完可以开心了。这是饮料。对对对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跟李白这种人喝酒不舒服。第一个，你跟喝一喝聊聊天呢，突然对吧？垂死病中惊坐起啊！诗人竟是我自己，他可以开始给你作诗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喝上他劝你的酒，嘛、嗯，朋友说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对呀，啊，那当然那不是他写的哈。再给他刷个海参啊！哎呀，这真的是到我下班了，开始夹菜了。简单的吃点吧。配一个参，十个参配个串。哎呀，这参，哎呀，这参，这参调皮，这参是真的是雨晖夹来不上船的。自称臣是酒中仙。嗯，调皮，淘气，收藏。那到手是两斤的量啊。嗯，好。价格是分别是358和378。咱吃的都是个头更大的。就是378的价格，两斤。对。不好吃，别买。李白的经典的几个跟酒相关的，《将进酒》说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对吧？开心的时候，对，你得尽兴。你要嗨，你就特别嗨。你酒杯能空着吗？所以他在劝大家喝酒。然后岑夫子，丹丘生，《将进酒》，杯莫停。别放下，那放下，你咋把酒放？拿起来。我让你把酒杯拿起来啊！这是李白的状态。还有别杜甫的时候写那个"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"。
还写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虚情三百杯。喝多少不知道，反正是爱劝。跟他喝就挺费劲，他一晚上就劝我们酒，他就喝了几口，起来一直在那写诗。就像那种去 KTV， 他就喝了半瓶果皮，拿着话筒唱一晚上那种，你见过没？李白属于那种人，我估计。他创作量大，他都在唱歌的，这个写诗的哪有时间喝呀？对吧？大家都忙着在低头猛喝，他一直在写诗，诗写不完。天子后来不上船，然后呢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这种人挺吓人的，喝醉了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海参一千单没有吗？海参一千单没有。所以你要说从酒品和酒量上来说，我们理性判断啊，汝阳王和左相酒量肯定是好于李白的。因为汝阳王喝三斗，汝阳三斗十朝天，喝了三斗酒去上朝了啊，跟领导商量国家大事的皇，这是皇室的宗皇室的宗亲啊，你之间商量肯定是重要事情。左相日薪费万钱啊，然后呢饮如长鲸西百川，一口气喝干好几条河流的那种酒量，人还能保持清醒。哎，我不干了，我就是因为我要让贤，对吧？都没有说喝醉了，喝醉拍桌子，你以为我不想干了？你以为是我不想干了？你看人至少都喝成那样，还保持一点理性。李白是喝了一斗，然后开始疯狂的写小说作诗。别人喝完见领导，他是喝完领导你来见我，来了来了我也不走，我是酒中仙，我能让你给安排了，我是酒神。论酒神的精神，李白。然后再除了李白之外，下一个是张旭。大家都知道张旭的特点是草书啊，叫做张旭三杯草盛传。张旭酒量不咋样，三杯，来来来再来一杯，喝不下了，喝不下了，醉了，三杯果粒橙。然后呢，脱帽露顶王宫前，喝了三杯就醉了，然后把头帽子帽子摘了啊，然后头发露出来，沾着墨水抓抓抓在甩头发啊。别人唱的是甩葱歌，他唱的是甩发歌。王宫前，你想一般你在王宫大臣面前是不得恭敬一些体面一些，他是三杯就把帽子摘了，你说再喝三杯，那摘的还是帽子吗？所以挺吓人的。我劝这个张旭少喝点。张旭你酒量不好，张旭你媳妇叫你回去呢。张旭前天去告诉你个张旭，我看见了。张旭你喝了三杯你就把帽子摘了，你再喝下去你就得丢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以后就会成为你身边几个朋友手机里头那种黑视频。等你以后你结婚，你孩子结婚，我跟你说头屏放的全是这些视频。我劝你谨慎，张旭。他不仅脱帽子，他还写字儿，他还挥毫落纸如云烟啊。这是张旭啊。喝椰子水。椰子水，评论区有个人说我就叫张旭。行行行行。有人问李白埋哪儿？李白埋土里了吗？李白埋哪儿？我都被你们教会了，被你们教坏了。李白埋在了安徽马鞍山采石矶。后来白居易还去过那个李白墓那儿，还写过一首诗啊，大家记得吗？还给大家讲过那首诗呢。挥毫落纸如云烟，这是书法家。所以你看书法家就是爱写字儿，爱写诗的喝醉的写诗，爱写字的喝了三杯就开始写字儿。爱唱歌的那估计三杯之后开始唱歌了，所以这种酒是让你展露自我的一个工具。你喜欢什么，喝完酒你就去干什么。喝完酒再给人发脾气，说明你本来自己修养就不好，酒让你成为了自己。椰子水还有啊，需要碰自己去。海南的抱怨。对，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焦燧。
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个普通人。但是为什么会被杜甫写到诗里？说明出名。为啥出名呢？爱喝酒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，你在一方面做到极致，你喝酒喝到全长安城啊知名，首都那一片没有不了解你的，你特点就是酒量大，你也能出名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跟你说，可千万别跟你身边那几个陕西话说日巴爪的朋友喝，他们几个不行，你看他们喝了之后就吹牛，你得跟这些有才华的、能写文章、能写字的人喝，你跟他们喝，你跟他们喝之后，他有人万一写诗把你写进去，你名留青史了。你说除了焦燧在这儿出现，你在哪儿还听过焦燧这个人？没有吧？你就是因为酒友找的好，啊，所以不是不能喝，你跟谁喝呀？焦燧五斗方卓然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谁的酒量更好？焦燧，因为他喝了五斗，对吧？汝阳王才喝了三斗，李靖才三斗，李白就一斗就开始写小作文了，嗯，焦燧五斗方卓然。然后呢？高谈雄辩惊四燕，高谈阔论，你听我说，就是那种感觉吧。这种大家在夏天的夜市摊上经常会见到，下一步就是拍桌子，真的是惊四燕，全场都在看他。唐朝平民以嗜酒闻名啊，喝了五斗。然后才开始精神才缓过来，前面都比较蔫儿，所以对他来说喝酒就跟喝维生素水一样，对吧？喝功能饮料一样，这是焦燧的特点。别人是着急了喝功能饮料，这兄弟是着急了喝酒，然后喝完酒之后才会开始发表演说。这就是刚才给大家讲这八个人。当然杜甫是在现场吗？杜甫为啥能写这个？杜甫是不是因为在现场呀？杜甫说：“对，我就是那个桌子，我就是被拍烂那个桌子。”杜甫没有在现场啊，因为这里头你看他写到的说：“左相日星费万钱，饮如长鲸西百川，衔杯乐胜称避贤。”左相李世之，他被罢相的时候，李白都已经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了，所以那时候李白已经不在长安了。然后按照现在学界的整体的共识呢，就是李白跟杜甫第一次相遇就是在洛阳，那个李白放金赐金放还之后，他们俩第一次在洛阳相遇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杜甫再次去长安，这个时候李白已经离开了，贺知章也离开了啊，所以好多人已经不在长安了。他可能是有那么一个环节，你想一个粉丝听着偶像在饭桌上说，哎，你知道那个谁他跟以前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啥呀快说呀。哎呀，这不能说吧，我答应人哥，我求你，你说呀。就杜甫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下听来的，听完之后会一度念一道，哎，你知道那个谁不？你知道那个，就他出去又给别人这样要转述着，有一天觉得挺有意思，写了一首诗。然后这是关于杜甫的这个诗。当然呢，杜甫的诗啊，在其中提到酒的其实比李白提到酒的要多啊。杜甫的诗里头说现存的诗文大概1400多首，然后其中提到酒的有300多，李白的诗有这个1500多首，提到酒的只有170多首。所以从文字出现频率来说，其实杜甫可能更爱酒。比如说晚年在夔州的时候，大家听过那个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，酒是脏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没钱啊，买不起干净的好酒啊。就像大家背那个白居易，那个王维写的绿玉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哎，就是白居易啊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，那绿蚁就是以前的酒上飘了一层那个浮沫儿，新鲜的酒，这个是鲜的肉啊，你看原切对吧？对，哎呀，得买原切啊，原切确实口感更好吃。然后呢，他还写这个闻官军收河南河北，写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，对吧？这也是在成都时候写的。你看这个肉的品质非常好，整个片切得很齐整，肉片也比较厚，太薄的那种一煮就容易散，肥瘦相间，而且它是原切呀，得买原切啊，那种弄啥
弄那其他的可能没有这个口感好。他也写了这个“九寨寻常行处有”，然后“人生古七十古来稀”，啊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这个是他在，陕西西安曲江那儿写的，曲江二首，西安人都知道曲江。杜甫在那写了好多。他那会儿为了喝酒到什么程度呢？为啥会有九寨呢？他已经在长安任职了，但是没钱，所以就是他这个做拾遗的时间，所以说明当时肃宗时期，朝廷可能就是没钱，或者这种小的官就没钱。你像左相，然后人可以日薪费万钱，当丞相的一天可以花万钱去喝酒，他呢都要把棉衣给当了，换成钱来才能买酒，所以说明就是不同级别的这种官员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大，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时代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唐诗中提到酒的很多啊，酒几乎成了文人一种相处的方式。在五万多首中，据统计说刚提到酒的就大概有6000多首，以其中很多非常经典的，不只是唐诗，也有后来的很多的，比如说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这是李白写的，对吧？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对吧？然后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，黄庭坚写的。然后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偏把马上催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然后呢诗酒趁年华，这是苏轼写的，对吧？所以关于酒的这个诗词其实有很多很多。这个火不太行，我看。对，没有提前烧开，不是他因为这个汤没有提前烧开，可能是因为。啊？是开水。但是海拔有多高呀？这。锅。没有，你知道那个热水壶里烧的水并不开，你知道不？不知道吧？不是那个是100多。啊。那个还行，就热水壶你看着温度很高，其实它上下两边的温度不一样，有的时候烧不到特别开。潦倒新停浊酒杯，对呀，杜甫晚年没钱喝酒嘛，他那会儿还有钱喝酒，他那会儿一生病他都不敢喝酒，他都得戒酒。还有李白所写那首更经典，大家听过，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然后呢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应如此，然后后面两句叫做唯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常照金樽里。你看李白喝酒都是金樽，酒杯都是金的啊，有钱人，你看有钱人家的孩子写的诗就是不一样，儿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啊，月亮叫白玉盘，我把那呼作白萝卜，对吧？喝酒用的是金樽呢，五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他是真不客气，哎，你那个啥，你今天来开的，我看见你车钥匙，你这车100多万，捐了，换酒。你家房本，你没车，你把你房本拿出来，我看你那个名牌，那个衣服，那个包，20多万吧，拿出来，今天换酒喝，就喝到最后，不仅自己大方，让别人也大方。肉啊，薛晓鹏自己拍吧。有朋友说对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那这也是，这就是755年杜甫从自京城啊赴奉先500字，去现在陕西蒲城，他当时妻子跟孩子在那住，里头歌舞升平，结果回家，入门闻嚎啕，又自己饿足，啊，回家听到媳妇哭呢，一问咋的，孩子饿死了，老惨。你说那一刻，一个男人看到这种事情，他内心。多沮丧。这个是，哎呀，这种锅开了，锅开了，哎呀，喜讯，终于等到了。嗯，李娟的书啥有？李娟的书昨晚才讲过吧，是吧？昨晚还是前天晚上刚讲过。然后呢？前天，对，然后古代的酒，就是你要说高度数的白酒，我们现在所喝的这种在。就是现在去这些专家啊去考证说元代以前是不太可能，所以李白斗酒，你让李白喝一斗的白酒，那酒精中毒人都没了，他不可能喝那样的，对吧？你说这个谁就喝了5斗啊，完了还要在这交税喝了5斗，然后才开始清醒，那正常人现在白酒喝5斗人都没了都啊，当时没有这么高度数的白酒。然后当时长安附近的酒
很知名。比如说大家知道在汉代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鸿门宴，听过吧？鸿门宴在哪儿？就是在现在陕西临潼，就是大家知道有兵马俑、有长恨歌那个地方，临潼那儿就有一个新风。汉代的时候新风就开始产酒，因为长安是首都，所以汉代就有新风酒。到了唐代，这个新风酒也很知名，像几百年老品牌的。所以王维又写过说新风美酒斗十千啊，一斗呢就十千，所以你看名牌酒，古代也有贵的酒。然后接下来是咸阳游侠多少年，为什么是咸阳的游侠呢？我把这个肉煮了给你讲哈。原切，牛肉。哎呀，你说这包装跟着谁分得清啊？啊，别把包装煮锅里了啊。涮肉还得涮原切，东北特色图案。这是啥花啊？这是牡丹吧？啊，这是，哎呀，东北限定啊，失敬了，你看。其他地方朋友别买啊，别买。然后发现东北不能发货，其他地方不让买。啊，其他地方别买，这是东北限定。凑不进去的局不要硬凑啊。为什么咸阳游侠多少年呢？因为咸阳当时的小孩都有钱啊。因为大家听过这个武林少年争缠头，听过吧？很多诗里头，白居易、王维的很多诗里都会提到武林少年银鞍白马，就我之前在西安行的时候看写那小作文里头就有胡骑酒肆，对吧？银鞍白马，因为那块就是从汉代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全国的富户害怕你们太有钱作乱，或者特别有权有势的把你们的孩子来送到京城来，相当于那种质子一样的感觉，或者你整家给我搬到这儿来。然后武陵呢，就是汉代的五个皇帝的陵墓，最早可能让你过来你得找个理由吧，你来给皇上守陵来，让你给皇上守陵，看得起你，这是重视你，所以他们就得过来，那些富户呀、豪宅呀、大族呀，全家人就搬迁了。然后你想有钱啊，所以那片全是富人区，因此武陵少年出现在唐诗中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等于富二代啊，纨绔子弟那种感觉，有钱。所以你看配到这个武陵少年或者咸阳少年，都是什么银鞍白马，都是踏春风，都是笑入胡骑酒肆，开着跑车，都去的是酒吧，那肯定啊，他又不用上班。哇，这个肉很香啊，闻着。哎，我是不是把油吃身上了？188到手两斤半。188到手两斤半，这个肉挺好的。啊。香吗？小磨黑芝麻香油又给大家找来了，在二号链接。趁你不嫌弃我的碗吧，我给你捞啊。谢谢。哎，刚那个果汁东北发货吗？等一下。别真的东北限定，结果东北不发货。黑色幽默，我们这属于。没说限制，评论区的东北朋友，我不知道这个能拍到吗？我拍一单试试。你拍了吗？我现在拍这个老香了，这个肉蘸着烧烤料吃也可以。是吧？顺手啊！锅也有啊。买的锅。有人问了。这个锅是吧？这锅。这锅也卖吗？卖。好。赶紧给锅一个特写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下班了。嗯，好。哎，给你俩，我给你俩煮点肉。哎呀，好，肉没了。这真好。哎，东北不限肉啊。
啊，我这能排，后面不限，后面能排哈。哎呀，就是放的有点是不好意思，真是有点过于豪放了。我就是放的有点过于豪放了，整个给你放进去。嗯，我们可以这个浅分浅尝一下，浅尝一下，吃点啊。好，来。所以你看，周公九九我们压力就很大。嗯，别人喝醉之后都开始写诗、唱歌、写书法，我们喝醉之后，我应该是睡着了，吹牛，抱着门说话，聊自己感情史，躺在地上的卫生间里，给一个人发微信，边发边哭，发消息，发消息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为什么？没有。还有，自己哭，躲在被窝里。对，还有哪些丢人事情呢？拿手机定闹钟，早上起来发是计算器，6:03是吧？6.3，这个我还真没有。6.3毛钱，怎么没醒呢？早上起来一看，这个我还真没有。这种过于丢人，丢人是吧？过于丢人。打电话，对，是吧？各种各样。唐朝人也有喝醉的，那贺知章不也是睡到井里去的？对，他比你能好多少呀？对，差不多。就你是抱着门说话。那不是也有这个谁？那还有教唆摘了帽子甩头发呢。他比你好哪儿了？但是还是得有作品。对，你看人有作品，人就有一种正当性。对啊，而且要找对人喝酒。对，对吧？万一把你写诗里了，跟汪伦他们一样。哦，不及汪伦。是教唆吗？教唆就出现在这一首诗里。还是因为酒量好，还是因为爱喝酒找对的人。酒量好还是前提。那我们现在很难呀，那酒量也不行。平时你看我们微醺就比较便宜，我们大概只要半杯啤酒就能微醺了。所以我喝酒的话呢比较经济，比较实惠。可能你得多点，你大约半箱啤酒吧。半箱啤酒。哎呀，别害我，那没有。半瓶白酒吧。没有吗？一箱吧。没有。说多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喝酒谁跟你这样，我都采香喝啊。你才一个空瓶我都这么喝，里面就几滴儿，一站然后我一缩，醉了，没有一站，直接醉倒，你知道吗？我又得这个抱你了，就直接被抬出去那种感觉。来，谁又熟了，我们再捞点。好，熟了你们俩吃吧。一分，我下班了啊。好，下班了，辛苦与会。你们俩慢慢吃啊。好了哥，真好。晚上，拜拜。今天吃很开心。哎呀，明天休息，该有标志性的动作了。周六周日休息。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，是不是都不管？天哪，这么久啊！是的，我看了排班。周六周日，25号，给他一个静静。25号好像那一天得过，因为25号就是我们那个香港行的内容剪出来了。哦，开心。26号呢，播不了，因为26号呢，之前答应人的得去一个地方，去一个学校，但这个因为行程保密，不能说。27号不会，28号、29号、30号，看他的表情，好像都不太想播的样子。播还是不播呢？给他追一个近景。有点，这个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说。等那个新的那个公告，具体的公告出来应该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你。都是不舍的表情，你这都是啊！哎呀，我懂你是想播的是吧？对呀，那没办法，也是没办法，有点痛苦，有点难受，也是工作需要，好吧？可以，哎。